可以夹到什么东西吧，但是我们技术很烂呢、欸、啊！先来换个300块。原来这里还有难易度介绍哎、欸，2颗星，大人可以轻易夹出。它难一点的就是3颗星，他会说有经验可以打出货。那我是个笨拙的大人怎么办？所以当然是2颗星先啊。2颗星先，好，我来试一次。哎、欸，要甩一下夹子哦，它才会不会往里面丢、哦。可以吗？没经验的大人。我换我，我来试一下。我就不信夹不到这一包饼干。你太里面的会甩不出来啊。10块，好，先调整，夹它，夹这个，把它推下来，快点！啊！耶，开心！耶，棒棒的！耶！你儿子比厉害。这里有一个一星柜台，我们看看小朋友都能轻易夹出来，芝宝可不可以试试看？芝宝已经觉得绝望了，好像可能有点希望。夹那个，往前，时间要到了，快点。好。神的哎、欸，好厉害，唐丽好厉害哦！2包，里面竟然有2包，来转过来给爸爸看一下，给爸爸看一下。耶！夹泡面是不是？夹泡面，夹薯片。对，来。有点太后面了。不要夹太里面的话出不来，你要夹门口，他才会把它甩出来。也不一定啊，它有时候掉下来也有可能。也是，你自己决定。太贪心了，加2包。换我们加加加神手。再来一次啊！哎呀，这架势不错，哎呀，好会甩，赶快甩。是不是？你有没有看准？你没看准，我看不到，看不到。来哟，这个是2颗星的 Hello Kitty 饼干，这几个外面的，看能不能把它甩出来。等一下，我给你拿。啊！哈哈哈哈！太久。对，差一点，藏得深呢。哎，这夹2包哎。那好啦，藏啦。啊！哇塞！你今天怎么了？快挂了！你怎么这么厉害？啊，你要夹什么？这个是一枚小泡芙啊。现在我们都靠行行了。太外面了啦，他看不到，他高度看不到。他这里面还蛮深的哦。对。这里面还有一大区。4颗星。这个是洗衣服的，妈妈最想要的东西。没有投钱吗？投了。为什么每次都往回掉？好，妈妈那个夹不起来，我不夹了。那你不是说你想要夹那个？
那航再帮忙一次。很专业。来，我们请小姐姐帮忙看看，随便哪一个都可以。哎呀，你怎么会喜欢玩？还要把它勾出来的样子，有经验的方式。要去扫描一些，才知道自己要什么。啊！鱼肝油，鱼肝油，好像两颗星可能有机会哦。再后退一点，好，然后现在海海都要夹就对了，夹，给他，这是妈妈想要吃的东西，乌龟饼干，哦，拿给妈妈。耶、yeah, ，我最爱吃的乌龟饼干。你儿子很棒哎。我只觉得他的天分在这里。妈呀！对，我们都以为不会的，他居然夹到了，你超棒的。哦，大家看，很难夹，好不好？好想要喝这个饮料，看看他十块钱能不能夹到。你的思维跟他不一样，好不好？看，完了，我们没钱了，最后一个。快一点！300元的战利品，差强人意，还有进步空间，不知道我们哪年才能进步。靠行了。有天分不错，比妈妈厉害。这里是台中甲子园，其实我觉得这算是一个亲子共游的一个好场地耶。我们呢可能投入少少的几百块，然后夹一些自己想吃的饼干、零食、泡面，夹的是一种乐趣，不管掉下来是什么东西，心情都觉得超棒的。